用白那个银那台哟，哎哟，多转来的。那主要是因为我女儿学舞蹈，那想看带她来看看原本的舞者跳舞的那个姿态，这样。那我们今天再次看到原本为我们做出的精彩的表演，非常的感动。稻荷用看着稻子这样子成长，从日光泥土的，还有花粉的授粉这些种种的成长，还有它的过程，在他们林怀民老师的带领之下，这些舞者的表现的力道，还有柔美，还有那种感觉是没有亲身感觉到，没有在现场经历到，是非常不能难以形容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台湾有这么棒的舞马。我是外国回来的，从美国。那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的那个表演。那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是在讲台湾自己的特色。首先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云门舞集跟国泰金控愿意在就是比较偏乡的花莲，然后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就是乡亲啊，还有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可以回来看这么有意义的表演，然后可以让这么高水准国际性的表演来在这个就是资源比较缺乏的花莲表演，可以让这些艺术就是带入那个乡村，然后让更多的民众可以接触到这些演出。其中我这么多条桥段当中，我最有印象的是有一段是花粉二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舞者用他们的身体，然后去模拟出花粉，就是花粉在融合的情况，然后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力气是一种力与美的结合。感谢林怀民以及国泰金矿还有云门舞集的演出。今天的表演很精彩，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多来看，大家应该找个机会去看。